你是否已经登记投票？你可以透过邮寄方式登记，即使在选举当日你都可以亲自前往登记，或者你亦都可以在网上登记。而家就可以做了，拿出你的身份证前往 www.com， 输入你的姓名、出生日期以及几个简单的步骤，就是这么简单了。你现在已经在华盛顿州登记了，而且在下一次选举之前你就会收到选票。做得好好。